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11月27号，星期二，农历是10月20。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哎，你好，师傅。感恩师傅。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师傅。嗯。我想请师傅帮我看一下，我想设佛台，看看我家里面是在哪个位置比较好。你家里主人属什么几年的？我是78年。属马的，师傅。78年属马的，我看一下啊。偏右，客厅的偏右面。客厅的偏右。客厅的偏右面，哎，就是那个在客厅那个沙发的右手边，是吗？对，右手边。哦，然后。右手边那里有一块墙，不大。这个地方。对对对。啊，就那块。就是在那个，在这边有个鞋柜子，哎，但是。鞋柜你。好像还有点距离啊，把它割开呀。把它割开了，是吧？不要碰。观音菩萨那个面朝那个西边那个我的电视的背景墙那边可以是吗？可以，你电视可以的，你这个电视机离那个佛台应该还有点距离的，至少5米吧。对对对对的。明白了吗？行。明白明白。就是放在那个电视柜这边，然后回面我夫妻房在我的里面，应该没有关系是吧？对。哎，好嘞，好，谢谢感恩师傅。然后师傅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老公74年属虎的，他的身体状况。74年属老虎，他身体不好哎，哎呀，腰很不好。对对对对，他腰是很不好，腰不好，然后呢，再加上他现在啊，有时候这个腰椎啊，这个地方啊有疼痛感，啊，对对，关节也不好，脚关节也不好，对对对，他的脚后跟呢，他有那个骨刺好像是，骨刺看到，对对对，脚后跟我看一下啊，好像是左面，你要叫他要当心两个啊。一个他现在还没吃全素是吧？对他我吃全素，他跟着我我全家现在都跟着我吃全素，但是他还没有许愿吃全素。师傅你帮我说说他两句好吗？你要记住一句话，缘分吧，看缘分吧好吗？吃到后来，他看见那些东西会恶心的，你要开始的时候你培养他要多吃点素肉，像荤的一样让他来吃素，等到以后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放开了，他就不会再去吃这些肉了，明白吗？哎，好嘞。好吧，你也不要着急，随缘吧。还有啊，他有一点点，他这个肠胃有点问题啊。对对对，他肠胃很不好。啊，他每次吃东西他。我告诉你啊，他有胃酸情况很严重了。胃酸呢，就是吃下去之后啊，胃就不舒服啊，明白吗？对对对对。而且呢他老是感觉那个，老是感觉就是堵塞一样的呀，肠胃不消化呀，不蠕动呀。对对对。你要叫他吃些多酶片，而且每次东西不要吃的太多。哦，好的，他老是好饿还。好饿的话，少吃多餐呐。哎，好嘞。好吧。还有那个你要给他吃鸡蛋的话，你不要炸得太油，而且不要炸得太厉害。荷包蛋呢，我现在看他好像经常吃荷包蛋嘛，好像。对对对对。荷包蛋边上不能太老，太老的话吃下去肠胃会胃酸，会不消化，明白吗？好的好的。好吧，没什么大问题。没什么大问题是吧？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师傅？有啊，散灵很多，就在腰上面。散灵啊，鱼啊、虾呀、活的都有。对，我老公以前没有学过之前，他是做贩鱼生意。啊，你看，这个他晚年会很痛的，这里痛那里痛，明白了吗？师傅，你帮我说说我老公，我等会给他听听录音。他老是上新疆，他的功课老是不是完成。明白了吗？你记住一句话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希望啊，就是说能够有一个觉悟过程啊，一定要让他多听，多跟好人接触，多跟正能量接触，好吧？
嗯，好吧，好的，嗯，他这个老虎是什么颜色？他的普通颜色是什么颜色？我看看几几年的，几几年的？74年属虎的。74年属虎，哦，他还是属于白的，白的，嗯，白老虎是吧？啊，你要叫他多穿点白衣服会非常好。哎，好嘞，好，谢谢师傅。嗯，师傅可以帮我看我女儿，小女儿，她是2002年属马。他的这个孩子怎么样？看他这几天老是不爱搭理人。啊，身上有灵性，房子里的，哎。房子里有灵性。哎，他叫他看东西当心点，这孩子看了不好的东西了，嗯。哦，对，他老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不出来。你知道吗就好了，那又有好事情吗？你告诉我啊。嗯。啊。然后我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和放生啊？和放什么？放什么？放什么？嗯，念多少张小房子是吧？嗯。啊，对，多少张小房子？放什么？很好啊，他小房子需要86张，放生不到不多180条。哎，好，是嘞。好吧。然后，嗯，好的，师傅，我老公。74年的属虎，他要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他身上腰上的产品。380，嗯。380条，80张小房子。不是不是，380条鱼。鱼啊，小房子，小房子108。108。108之后再要念21张，嗯。哎，好嘞。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再见再见。感恩观世音菩萨。嗯，谢谢师傅。你好。哎，卢台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嗯。哎，我看着感觉有提升。哎，你好。哎，我那个就是我身上呢哈，好多好多布跟网啊，会结冰的，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不会吃东西。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说什么？我说我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布，就是那种白布。啊，白布还有呢？还有。有两种东西一样，头上会结冰。啊，明白了啊！你身上，你身上是不是有个人经常跟你讲话了？没有。没有啊。啊。没有，你怎么感觉是有？你怎么感觉会有布的啦？我也不知道，我全身都是布，啊、然后还有尼龙锁的那种有弹性的。对啊，还有头上结冰，对不啦？结冰，还有铁片一样啊，铁片一样东西，那你知道有人给你放上去，知道不啦？放降头是吧？啊，给你放上去，你知道不啦？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做梦看到过什么东西啊？嗯，没有。没有啊，因为我一直在吃药。啊，你知道你自己身上有灵性，知道吗？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你知道了吗？啊。有两个是不是？对。那怎么办呢，卢太？那怎么办？念小房子呀，会念不啦？我有念。你有念？你帮我看一下图腾吧。我已经看了呀，两个是一个女的。两个都是一个。一个是女的，比较中年妇女，大概看上去像30-40岁的。中年妇女。啊，长脸。嗯、还有一个是男的。一个是男的。啊。好。你自己要把它念掉，不念掉的话，他会搞你的。是吗？啊、我现在给吃东西那些都很困难，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啊？你赶快念，他们不但搞你咽喉啊、肠胃啊，还搞你妇科、哦，听得懂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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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的。你知道就好了。这些是不是小孩呀、啊？不是啊，你有可能得罪某个人呢、啊，这种人会玩阴的东西的。哦，玩阴的东西就是降头啊，下降头了。哦，听得懂吗？那我现在念多少张小房子呢？你现在要念85张小房子。85张是吧？对呀。两个一起就是85张。一个。一个85张。啊，你先慢慢念，两个先念85张。你一个给40张，一个给40张，听不懂啊？好，一个给40张。嗯、好的好的。还有5张是等于给那些
给你下杠头的人，让他不要再下杠头了，听不懂啊？我不知道是谁下杠头、啊。你用不着，就给你的药精者就可以了。给我的药精者哈。明白了吗？好的，卢台长，那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先生有没有给人家下杠头啊？你先生几几年属什么的啦？78年，10月15属马的。78年属马的就可以了，其他不要知道的。好的。78年属马的，嗯。嗯。哎呦，首先你先生是欠你的，听得懂吗？嗯。欠你很多，所以他这辈子是还你的债，他会对你很好。是的。哎呦，第二，你要记住了。他身上实际上就是你身上那有一个男的在他身上跑到你身上两边跑的。哦，这个男的两边跑。啊，听得懂吗、哦？晚上有时候还离开你们身体，在你们楼上跑，所以你们会听到房顶上有声音的，咚咚咚的。声音是吧？啊、嗯。哦，这样哈。啊，你现在赶紧要给他念掉的。哦，那我先生要念多少章？你先生27章吧。我先生27章。好吧。你现在我告诉你被灵性吓过的，所以胆子特别小。哦，给人家吓过哈。啊，现在没有下杠头，过去有下过降头的。过去有给他下过降头。啊，给人家，现在没有。对对对。啊。我先生是修佛的。啊。那然后。修佛嘛，这是自己左修修右修修呀、啊！我看得出你先生的气场不稳定，听不懂啊？不稳定啊。啊。他那个。他这个帮我念小房子，这个念小房子还好，念小房子啊，过去左修修右修修的，听得懂吗？哦、左修修右修杂修啊，那卢台长，我能不能再求你帮我看看我的老父亲刚去世的，叫什么名字啊？啊，刘亚芳，34年属狗的。刘亚是亚洲的亚。亚洲的亚，欢是欢乐的欢。刘亚欢是吧？男的，是你爸爸，对，阿修罗，阿修罗哈，我还要给他念房子吗？你最好给他念，因为位置不是很高的阿修罗，你的爸爸个子不是太高，但是呢，好像身体看上去蛮强壮的，哎，我爸爸1米8几，1米7几，七几哪有八几？1米73，73最多了，对对对，看到了，眉毛蛮浓的，是的，是的，好了。那他现在阿修罗是好的还是？阿修罗，你这好不啦？人家说你投人了，是好的还是不好啦？不一样啊，阿修罗们也有好也有不好的呀，做人们在人道也有好也有不好的呀。是的，是的，卢台长，我贪心一下，能不能看看我的佛台，我设哪里好？我那个师姐她星期四过来我家设佛塔。设好了吧？是心灵法门的佛台不啦？是是是，还没设。我看一下，还没。周四来。还没设是不啦？哎，周四来，我设在。窗户。我现在有个窗户边上啊，窗户边上。窗户边上哈。啊。可以，就是那个房子就可以是吧？对对对，房子可以的。就是房间。房间里可以的，那我现在的可不可以呀、啊？现在那张卡呀、啊？少看吧，我现在看见你家里来的东西太多，太多啊？太多，你们家里其他的灵界来的东西太多。哦，灵界太多啊？灵界来多，所以你才会这样了，讲话都这个烂样、哦，听得懂了吗？你要知道，你这样能讲话，能过去巫婆都怎么讲话，听得懂吗？吓人的，你可以。所以你要为什么人家会下你杠头啊？因为你有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人家才会给你下杠头。你找这方面的人，人家就会搞你，听不懂啊？我以前是的。啊，好了，好了，再见吧。好的，再见。好的，好的。啊，谢谢，感恩师傅。再见，再见。哎呦，我的娘哎！喂，你好。哎，师傅你好。你好，请讲。哦，你给我看一个58年的狗。58年狗，男的女的？女的。看什么讲吧。看他身体。那，我告诉你啊。脑子有点小问题啊，
看什么问题都害怕、哦、是了，他就是可胆小了、胆子小，然后呢、身上有灵性、是什么样的灵性？家里的，房间里的。他房间里有灵性，是这个灵性是什么样的？你要看晚上我叫他来看你吧。不用，那是、什么样的，是他的亲人，女的。哦，是个女的。啊。哦，那让他送房子要经者27张。很吓人的，手指甲长的不得了。哦。听得懂吗？哦。这女人手指甲不要留得太长，留得太长，手指甲的女人也吓人的。哦。行，可以。那个房子要经者送多少张？27张。不止啊，36。哦，36。36之后还要念27。哦，行行行，可以，好的好的。啊，你要叫他正能量啊。哦，行行行。啊，他现在老在房间里啊，不肯出来。嗯，是。啊。是了，他老在房间里。啊，你知道他有自闭，你知道吗？是了，他最近就是觉得不舒服的厉害。啊，就是灵性上升，所以现在这个电脑害死人呐。你看看，整天迷在电脑里边，电脑里边什么乱七八糟的妖魔鬼怪都有啊。他不上电脑。他不上电脑，他关在房间里，他已经上过电脑，已经有灵性上去了呢。他一直是在房间，就是念经呢。我看看啊。他几年属什么呢？58年属狗的。我看的，他看的，嗯，他看的，他过去看过的，现在他是哎，他现在过去看的，现在身上有一个男的一直跟着他的，所以他神情恍惚，白天他就害怕。晚上他稍微好一点，晚上他就会哎呀讲话多一点啦，或者做事情啊什么，啊。那个男的是不是她老公了？她老公已经走了4年了。哦，你等等啊，我把他样子讲出来给你看看，哦、你看看像不像她老公啊？嗯、告诉你啊，嗯、看看啊，嗯，出来，啊，看到了，嗯，个子不是挺高的，1米7左右。嗯、鼻子还蛮大、嗯、嘴巴不大，额头有点突出，头发往后梳的。那不像，不是她老公。不是她老公啊。嗯。那麻烦了，那是灵性了，另外一个了。有没有？也在房间，是在她身上的。对对，她有没有什么叔叔啊、伯伯过世啊、被压死的、车子压死的有吗？哎呀，那我出车祸好像没有。出车祸的，去问一下就知道了。我听说是她没有这方面的人，她就是她老公是前4年走了的。怎么走的了？怎么走的了？生病了。她也是突然间走的，突然间走的。不是，在房间摔倒。不是出车祸是吧？不是，就在房间，她的卫生间突然摔倒，就脑部就着地，抢救了4天。嗯。啊。脑部着地拉走的呀。哦，对，就是看看她老公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现在一个个解决好吧，先把他身上那个男的先解决，我看看他要多少张小房子，78张，嗯，哦，78张，好吧，啊，好好，否则他会神经兮兮的，这是一个事情。哦，他老公叫什么名字？看第二个，叫张锁仁，工厂张锁是什么锁啊？就是开锁的那个锁。人呢？嗯，人就是单立人过来两横。什么叫单立人两横啊？哦，仁仁义道德的人，嗯、张锁仁，锁就是锁、嗯、上锁的锁，嗯、张锁仁、嗯，张锁仁。啊，我、啊、看到了，嗯，啊不好啊，在地府啊，在地府、哎、自由不自由他？哎呦，他真的是拉下去的，等等啊，是啊、哦。啊，突然间走的吗？哎，我告诉你，他这个胡子长得挺新的，就是只要不刮胡子啊，这里长出来很多。嗯。哦。嗯，你去问你这个。见我的同学。啊、嗯，同学就可以了。嗯。耳朵不大，耳朵不大。嗯。嗯。眼睛往上翻的，经常往上翻。嗯、我告诉你，嗯、你给他、嗯，你叫你这个同学赶快给他念吧。好好好。非常不好。好在下面，在下面好像有点像，嗯、还不是太自由，嗯嗯。哦，还不自由了哈。嗯 嗯, 嗯。哦，好好好的。他们家里要赶快帮他念小房子84张啊。嗯、
他是现在住的这个家呀，是他现在收拾的这个新家了。啊，赶快给他念84章，好吧？哦，好的，好的，师傅，看一个亡人，白素公。素是什么素啦？素母的素，功劳的功。男的，女的？男的。姓白啊？嗯。哼，阿修罗。很凶的，脸上就有点像天神一样的，嗯。喂，他现在是，我跟你讲话听不懂啊。阿修罗做天神啊。他在阿修罗做天神了。啊，很凶的那样子。那好还是不好？我不知道。他现在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没用。像天神这种，你看见过有一些庙里那些神厉害不啦？那种样子，眼睛爆出来的，看着你很怕人的那种。哦。就等于天神是惩罚人的呀。哦。好吧。哦，是那样的啊。哎，算了。好好好。别去管了，别去管了。好吧。我还说是看看，再用不用往上推推他了。随便你了，用不着推了。他反正这就是他在天上的工作了，听不懂啊？他也是说，他在人生前的话，好打抱不平。他生前是做一个当一个中医大夫，一直一辈子就是救人的。对呀、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个能量呀、啊，才能上去啊。而且他好打抱不平，你去问好了，听不懂啊？很多人在人间好打抱不平的人，最后就到天上。如果你这个人很正，就是天神。好了。是他很正，他是很正的。看见了不啦？哦，师傅看。不行，不能再看了，不能再看了，结束了。太多了，你 看一下我的业障比例。好嘞，不要再看了。师傅，看一下我的业障比例吧。哎，五六年的猴，五六年的猴。啊，你很多，34，嗯。我业障比例34，家里佛台了。好了，不能再看了，再见了。好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要考虑到别人的，老自己。嗯。喂，你好。赶快，没时间。好的，师傅，请你看我的莲花编号12424。啊，莲花在。嗯。好吗，师傅好吗？还可以，蛮好的。嗯、还可以吗？嗯、师傅，太感恩你的，可以帮我看我的身体吗？属什么的？几几年的啦？啊，75年属兔。肠胃不好。好，还有妇科不好，啊哈，还有睡眠不好，是的，老实一点呐，少接触那种男女之事啊，听不懂啊？对，师傅，我清修了，我许愿清修了。清修，你过去那些业障会不会来找你的？脑子里还想着清修有什么用啊？嘴巴里清修，脑子里还有这种杂念，听不懂啊？是的，师傅，对不起。改掉的。什么叫清啊？好的。清嘛，什么都要清的呀。嗯。好啦。好的，师傅。嗯。师傅，对不起，师傅，我在这里向你忏悔，过去我做错很多的事情，现在我知道错了，所以向菩萨忏悔，向师傅忏悔。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天上全记着的，地府也记着的，千万要忏悔，不忏悔的话，永远带在你身上，跑都跑不掉。嗯。明白了吗？对。是的，师傅，明白了。嗯，很多自己做错的事情，想想真的很后悔啊。听得懂吗？很恶心啊！啊，为了一点钱，为了一点名，嗯、啊，去伤害别人，啊。嗯嗯，是的，师傅，我的业障比例多少？几几年的？属什么的啦？75年属兔。业障比例啊，27。嗯。嗯。27。啊，还蛮多的哈。嗯，好啦。好的，师傅，我一定好好修，嗯、一定听师傅的话。要改的话，希望不改的话，改都不想改，就没希望了。听不懂啊？哦，听懂了。嗯。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嗯。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感恩师傅。再见。感恩师傅，再见。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